哎，醒醒！起来吧！哎，你干什么？别拽我衣服！哎，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呀？我干什么？你看清楚一点，你在哪儿？你怎么进来的？我怎么进来的？我想不起来了。想不起来了，偷偷摸摸进来的呗。王娟，我跟你说，这事儿跟你没完。跟我没完？那还有没有天理了？穿上衣服，赶紧走。我告诉你，这事儿跟你没完。我现在就去报警。你报，我还报呢。小两口床头打架，床尾和。先生，晚安。晚安。快开门。王总，请您等一下。苏沫，你怎么追到这儿来了？能不能听我解释一下？王总现在很忙。我没有毕业，是因为前男友。为了帮我喜欢的男人顺利过关，我顶上了作弊的名头。无论你们怎么鄙视我，这都是我没有拿到毕业证书的原因。我知道我的人生犯了一个极其愚蠢的错误，握着一手烂到不行的牌来到上海，我就是不想一辈子为这个错误买单。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推倒重来？知道你的牌为什么这么烂吗？因为作假是你的致命伤，以前是，现在也是。作为柜姐，你很专业，但大学考试这样的失误太说不过去。如果你说的故事是真的，那只能说明你蠢；如果是为了男人去顶包，那只能说明你蠢上加蠢。而差的，不会连年龄都造假了吧？一位数学只考了49分的同学，硬生生的把我们班的平均分拉低了好几分，150分的。你可以有，我为什么不能有？你就是用左手考，他也不至于考出这样的分数。大家都把纸和笔拿出来，记一记啊。错误写反面吧。语文平均分是128，大家都知道啊。耗尽心不如烂笔头。你写完了能借我用吗？这呢，不能，也是家校共同努力的结果。我也很清楚。来开家长会呢，就不要玩手机了。我身教大于言传，如果家长自己都管不好自己，怎么可能管教得好孩子呢？只要钟同学答应继续同桌，他一定重新做人，这一点我作为大哥可以替他担保。这话要是这么说啊，那只能证明你蠢，不对令弟的过失行为加以惩治，而是一味的纵容，说明蠢上加蠢。可以啊，姐姐，从来没人敢跟我哥这么说话。闭嘴！只要钟同学答应继续跟王简同桌，我马上让你进招商部，之前的误会一笔勾销，怎么样？是啊，姐姐，我大哥二哥都在安盛，如果你来的话，我大哥一定会关照你的。不用觉得害羞。怎么样，给句痛快话，直接一点。你要是觉得条件不够好呢，说说你的看法。不过这种双赢的合作，脑袋稍微清爽一点的都不会拒绝嘛。
冷静一点，冷静一点，人家给了台阶，又打包了橄榄枝，别在这个时候想你那要命的自尊心。对，就这样，自然一点，再自然一点。不许侮辱我姐！你不要激动啊，姐，没事儿。王总是吧？啊，请你别从门缝里看人，把人看扁了。一份破工作就想收买我姐，这世界还有没有王法了？之前会所那笔账都没算完呢，你这一笔勾销的也太快了点吧？姐，你别怕，我挺你。上周去相亲了吧？也不知道是在这儿还是在洗手间，一不留神就听到了那么一丢丢。赵经理这么玉树临风、英俊潇洒的样子，本来已经要把人家小姑娘送回家了，偏偏好死不死接到了家里人的电话，还让人家听到。看来妈宝男不是浪得虚名哦。早上一睁眼，西装衬衣都整理好放在边上，配什么颜色的领带也喜欢先问一下妈妈的意见。真的假的？哎，这是在公司。没错，你要记住，这是公司。部门会议再有一次人身攻击，我绝对不会心慈手软。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，干嘛要搞得那么难看？我已经解释过了，我不是有意的，你说话干嘛这么难听啊？哎，这么敏感啊？哎，要不要我当着大家面给你道个歉？按你目前的资历来说，只能签这种第三方用人合同，不过工资是按市场价给的，在同等职位里不算低了。你就这么确定我会拿？不然呢？安生面试结束多久了？工作要好找，不就早找到了吗？现在都是双向选择，我当然。安生制度健全，福利优渥，又肯花钱培养员工，这么好的职业发展平台，我想不出任何理由来拒绝。而且我很好奇，在你面试的公司里，有多少家是不需要做背调就直接用人的？还有，听说你离职的原因是被人投诉。你怎么会知道的？因为在决定给你合同之前，我也得做背调。既然是这样，那你为什么还为了我们家老三？恭喜你，有一个学霸表妹，外加我那个不懂事的弟弟。我可不想利用这层关系。身在职场要利用身边一切可以利用的，这么好的资源摆在眼前，视而不见会显得更加愚蠢吗？知道这世上最可悲的是什么？是实力配不上野心，回绝安盛。要等到实力够得着的那天才能回得爽心爽肺，不是吗？恭喜苏小姐如愿以偿进入安盛，要不要喝一杯？我不会和你喝酒。上次苏小姐不是喝得挺尽兴的吗？那晚的事儿你脱不了干系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可以装糊涂，但有一天我总会找到真相。那些想利用我达到卑鄙目的的人，迟早要还我公道。质量这么差，还好意思穿出来？哎，你干什么？别动，小心扎到你。哎，别动，越动裂口越大。好了，你运气不错，这胸针跟你的衣服还挺搭的。你怎么不带个胸针啊？
哎，怎么了，王姐？别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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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动。怎么了？上哪儿了？凉，帮我换个热的。这么热，太烫了，赶快去医院。不对呀，你不早上还好好的吗？怎么突然就发烧了呢？我着凉啊，着凉了。着凉？嗯。别给我来这套，这个都是我玩剩下的。你是不是有事求大哥？我没事，真没事，没事啊，放心。哼，不想说也行，我看出来了，大哥一回来就没你二哥了。怎么样，好点了吗？伤退了，喝水了吗？嗯嗯。你也不知道给他倒点热的。这不有热的给他吹着呢。来，听大哥的话，喝杯热水。我来这个。怎么样？双肺纹理清晰 ，C 反应蛋白略高。啊？是什么？是什么意思？输完这瓶液就可以回家了。啊，那行了，那就在这儿。他是待两个小时回家了啊。你先回去吧，我在这儿就行了。这么着，他是你弟，他就不是我弟了。来的挺早啊。你好，我是来办理入职的新员工苏诺。请问您怎么称呼啊？安娜，人力资源部高级助理。咱们是不是见过？是啊，面试的时候，印象可是很深刻呢。忘了，就是被王总骂没好好做背调的那个。那天真是不好意思啊，连累你了。把表格填好，用水笔。请把毕业证，请把英语计算机证书还有身份证给我就好了。对了，还需要一寸照。一寸照？没带，没说让带啊？怎么回事啊？公司规定了要带的，你这样我可办不了。我交的电子版的，要不你看这样行吗？我现在找个地方加急打印出来，大概需要一个小时。我可没那么多时间坐在这等你。那就不能通融一下吗？你有这时间在这讲这么多，还不如直接回家拿一趟呢。我半小时后还有会，帮你办理入职只能是下午了。对了。你可以自己跟领导解释吧。